戏曲人人爱，梨园闯关我挂帅。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朋友们收看由福安坦阳功夫红茶独家冠名播出的梨园闯关我挂帅。您在观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啊，千万不要忘记和我们一起互动。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摇一摇，参与互动呢，就有机会获得由知名书画家提供的书画作品，以及由坦阳功夫红茶提供的精美礼品。哎，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们本期节目做了一个特别的编排。没错，我们这一期啊，可以说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86版电视连续剧《西游记》当中的主演，还有续集当中的《西游记》的主演来到我们的舞台上和大家见面，而且各自都拿来了拿手好戏。哎，他们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我必须是以晋唐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为了衷心的感谢梨园闯关我挂帅的观众朋友们，我们每期节目增加了摇一摇的环节。在我们节目首播的时候，您拿起手机对准屏幕摇一摇，您就有可能获得来到我们演播现场的书画家的墨宝，或由福建农垦茶叶有限公司提供的坦阳功夫红茶礼品，期待着您的参与。朋友们，今天来到我们演播现场的画家是石金库老师。石老师您好。石老师呢是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同时呢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水墨丹青书画院的执行院长。您听就知道，石老师经常在教育台教授书画艺术，是吗？这个那也是有的。我们教育台就是这个水墨丹青书画院，就是秉承了一种传播文化为精神为理念。哎，每年呢带着很多的书画家走到基层，或者是上这个名山大川去写写生。哎，大家好，我是六小龄童。大家好，我是朱琳。大家好，我是演员林达旭。我是左大兵。我是湖南省湘剧院的演员。大家好，我是王刚。梨园闯关我挂帅，我来了。梨园闯关我挂帅，梨园闯关我挂帅，我来了。梨园闯关我挂帅，我来了。梨园闯关我挂帅，梨园闯关我挂帅，我挂帅，我来了。梨园闯关我挂帅，我来了。看你的，看你的。梨园闯关我挂帅，我来了。梨园闯关我挂帅，今天我反串演唱的是京剧《四郎探母》的选段。在这里呢，祝观众朋友们开心听戏，认真学戏，梨园闯关等我来。好，有请下一位挂帅人上场。这位挂帅人呢，是一位影视名家，他叫陆树铭，创作过很多的大家非常熟悉的艺术形象，在荧屏上和大家见面。今天啊，他要为我们演唱的是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选段。来，我们用掌声欢迎陆树铭。我的祖国。
师兄，你看这女王还挺多情啊。要不是她多情，还惹不出这场麻烦来呢。可不是吗？徒弟们，被师傅叫了。来来来，别来，快不快？快点。今天呢，女儿国国王的扮演者影视表演艺术家朱琳老师来到了现场，我们掌声有请朱老师。朱老师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朱老师。对，你好。欢迎朱老师。不是，马老师啊，我们请的是朱老师。那我戏里头姓朱。猪八戒朱无能的朱，这是我们二师兄。二师兄，您就跟着一块上来。我得跟着一块来。我刚才说，我说朱老师在剧中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是不是在您在表演的过程当中，朱琳老师演的这个女儿国也给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可不是嘛，这个我跟您这么说吧，要不是师傅跟猴哥拦着，我就在女儿国落户了。您可是在我们那儿打过胎的，那不是喝错了水了吗？我和师傅一人喝了半钵清水，养着肚子就疼起来了。, 笑什么啊？还不快去端热汤来！悟空，师傅，小师傅不必发怒，热汤也治不好他们二人的腹痛啊。这怎么回事啊？我们国中竟是女人没有男人，城外那条河叫做子母河。子母河？我国二十以上之人才敢喝那河中水，喝了便要降生孩儿。你师父和你师弟喝了子母河的水，成了胎气，想是要生娃娃了。哎呦徒弟，哎呦，这可怎么得了啊？哎呦我老朱要生娃娃了。哎呦师弟，师哥，你看他们里头直动呢。哎呦八戒，别慌啊，有道是瓜熟自落，将来在你肚上戳个窟窿，从窟窿里会生出个胖娃娃来的。哎呦师哥呀，你可给我找一个手轻点的接生婆啊。好说。哎呀，看来啊，这个爱美之心猪也有之啊。不是猪也有之，是人也有之。好，我是人。我是神仙，我来了。哎呦，左老师来了。观音菩萨，欢迎你好，好久没见。欢迎左老师啊。您看看这个左老师啊，那个您是演观音菩萨，给我们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菩萨保一个凡僧，腾不得云，驾不得雾，几时能到西天？俺老孙不去了。猴儿，你休得胡言。你今日一托天灾，不可再生懒惰之心。你需用心扶持唐僧，功成后还你个金身正果。您说说朱琳老师演的这个女儿国国王是不是很美丽啊？哎呀，太漂亮了，你看她到现在一点没变呢。是真是美丽。
你想，我们都得在观音菩萨的护佑下。这个观音菩萨亲自夸你，你想想，你多高待遇啊！谢谢，漂亮，确实是漂亮。今天呢，大家欢聚在一起，我想呢，咱们在《梨园闯关我挂帅》的这个舞台上，每个人给观众朋友们表演个节目，怎么样啊？行，好不好？好啊。那这样，还是从朱琳老师开始。朱琳老师，您为大家带来个什么节目？我今天要和张红为大家朗诵舒婷的诗《致橡树》。好，我们一起欣赏。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如果爱你，绝不学痴情的鸟儿，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也不止像泉源常年送来清凉的慰藉，也不止像险峰增加你的高度，衬托你的威仪，甚至日光，甚至春雨，不，这些都还不够。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每一阵风过，我们都相互致意，但没有人听懂我们的言语。我有我的铜枝铁干，像刀，像剑，也像戟。我有我的红硕花朵，像沉重的叹息，又像英勇的火炬。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我们共享雾霭流岚红泥，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这才是伟大的爱情，坚贞就在这里。这才是伟大的爱情，坚贞就在这里。爱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感谢两位艺术家给我们大家带来了美的享受。有人说呢，这个说的最高境界啊是唱，的确是。他们俩呢，这个如泣如诉，同时呢又娓娓道来，有激昂有舒缓，就像那个唱的板式不断的变化一样，给我们带来了美的享受。我问一问朱琳老师，朱琳老师呢，这个在很多的大型晚会，包括一些重要的大型演出当中都做精彩的朗诵，您对朗诵是怎么理解的？朗诵最重要的就是真情实感，就像戏曲一样，你扮演的虽然是角色，但你在台上是最真挚的情感的表达和抒发，就像我们刚才两个人一样，我觉得我们还是沉浸在这首爱情诗里面了。我们为大家表达的既是我们心灵相通的一种情感，也是我们最个人化的一种表达。没错，没错，是的，是的，是啊。那个张红老师呢，多次在我们电视台里头朗诵好多的诗句，而且呢，您还拜了老师，好像。啊，是的，拜的是乔真老师。没错，没错。哦，给我们讲一讲是个什么样的经历？确实，真的，刚才朱琳老师说的非常好，真情实感，就是因为这四个字，让我追梦了30年，追梦乔真老师，因为在他的身上我看到的更多的是满满的对生命的那种热爱，对艺术的渴望，而他每一个影片的配音，甚至是他的朗诵，都是
像朱琳老师说的真情实感，所以这一点打动了我。最主要的是乔真老师呢也是四次与死神抗争，七次擦肩而过，可以说他是一个也是一个命运多舛的艺术家。所以我觉得我拜他不光是拜他的艺术，我拜的是他的精神力量。哎，这个要想学戏先学做人，做人可能能够使我们的这个学戏有灵魂，更加有魅力啊。那么您和这个朱琳老师刚才的配合呀、啊、可以说是珠联璧合，相得益彰，配合很重要。您还记得86年版的《西游记》朱琳老师演的那个女儿国的国王吗？太记得了，又回来了，太记得了。现在我们到任何一个场合，嗯，回头率200%，根本不用介绍，大家就感觉看到她就是看到一个女神，就是那个时代的符号。嗯，我们都是那个片子成长起来的。而且朱琳老师的那个演绎，给我们塑造的那个形象，那个角色赋予了他那样一个鲜活的一个角色，让我们记忆了这么多年。咱们说心里话啊，你看，爱美之心人皆有啊，在那个版本当中，刚才我们听那个马德华老师，他真的，我相信他取经最大的愿望就是能留在女儿国。其实我们也想留在女儿国，是吧？真的是这样。在86版《西游记》当中呢。我相信还有一个人物你肯定印象非常深。您说。那就是那个兔精。哦，对，兔精。还记得那谁扮演的吗？那个是李玲玉。李玲玉扮演的。也很美丽啊。也很美丽。是吗？是。好，我们有请李玲玉上场，给我们大家带来精彩演唱。太棒了。
听完了李玲玉这个兔精的演唱之后呢，接下来我们有请马老师为我们演唱。马老师呢，在《西游记》当中呢，扮演的是猪八戒。您呢，喜欢那么多的美女，这次给我们大家唱段什么呀？这回我唱一个黄梅戏《天仙配》的选段。天仙配，您演谁呀？董永啊。哦，又演董永了啊！您不喜欢那女儿国的国王了，您现在喜欢七仙女了？不是，女儿国国王，咱说，我就说七仙女那是王母娘娘他们家的是吗？天上的。您在天上的是天蓬元帅。是啊，早就认识是吧？早就认识。行了，您唱吧。长时间不登台了，心里又紧张又高兴。是什么样？咱们拭目以待。大家好，我是六小龄童。大家好，我是朱琳。大家好，我是演员林达信。我是左大斌。我是湖南省湘剧院的演员。大家好，我是王刚。梨园闯关我挂帅，我来了。梨园闯关我挂帅，梨园闯关我挂帅，我来了。梨园闯关我挂帅，我来了。梨园闯关我挂帅，梨园闯关我挂帅，我挂帅，我来了。梨园闯关我挂帅，我来了。看你的，看你的。梨园闯关我挂帅，我来了。梨园闯关我挂帅。今天我反串演唱的是京剧《四郎探母》的选段。在这里呢，祝观众朋友们开心听戏，认真学戏。梨园闯关等我。哎呀，见到这个左大斌老师啊，真是心里头感觉到有一种幸福感，慈眉善目啊，给我们大家扮演的那个观音菩萨印象特别深刻。我听说您扮演这个角色是提前十年就预定了，怎么回事啊？也不是提前十年，因为怎么呢？1974年到1976年的时候。毛主席，他老人想看湘剧，我们就演出给他看，但是派了就是杨杰导演去录像。杨杰导演在70年代就跟您认识了。对对，他就是去录像嘛，就看了我们的演出，他突然就说：“哎，左大斌啊，我觉得你好像观音啊啊！”我当时很莫名其妙，像观音啊？我说，他说以后要有什么事儿的话，我就找你啊。我说行。以为是句玩笑话嘛，是吧？但是呢，多年以后呢，他82年打电话给我了，他说拍《西游记》让我去观音，是这样的回事。那也就是说，他认为您能演观音，那是在70年代的时候。到了82年拍戏的时候呢，他想起来，哎，我心目当中演观音最合适的人呢是左大斌老师，他就来找您来了。对的。说起您唱湘剧。我知道这个湘剧啊是咱们湖南的地方剧种，听说毛主席特别喜欢听湘剧。对，毛主席多次看我们湘剧，跟我们团的很多演员都很熟的。听说毛主席他老人家晚年的时候还喜欢听湘剧，但是呢没有时间去怎么办呢？你们就录好了以后送到北京来是吗？对对，就是由杨杰导演录好了以后送给主席看的。主席都看哪些剧目啊？哎呀，那他看得多了。古装的、现代的都看了，看了好多好多，录了很多像，现在还在中央电视台。
那些剧目当中，您都扮演了好多角色吧？哎呀，那我演了很多角色，啊，就是跟毛主席看。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是不是给我们大家唱段湘剧，让我们感受感受湘剧的魅力？行啊，我呢就唱一段毛主席喜欢听的《园丁之歌》。是现代戏。现代戏。哦，您在剧中扮演的是？于英老师。是个老师。对。啊，教书育人的园丁。对，好，有请左大斌老师为我们大家演唱。
场的这位挂帅人呢，是一位著名的影视演员，在80年代曾经和六小龄童、马德华等老师呢共同出演了电视连续剧《西游记》，扮演了那个非常俊俏的白龙马的人形。拜见观音菩萨，多谢菩萨搭救侄儿。儿啊，要记住菩萨的吩咐，好生保护唐僧。父王放心，孩儿遭此大难，本无出头之日。今日幸得菩萨指点，保护师父西去雷音，孩儿定当好生侍奉，万死不辞。我们掌声有请王伯昭老师为我们带来京剧《三家店》选段。感觉很紧张，作为影视演员，这是我的冷门，这个隔行如隔山。但是我觉得，我想了一下，尽管我在横店拍戏，尽管我现在还在珠海拍戏，我觉得这个弘扬国粹，责无旁贷，人人有责哈，积极参与，哎，所以呢，我觉得我还是抽出时间，把《三家店》这个段子呢，练习了一下。尽管唱的不是很好，大家见笑。以前有没有接触过呀？以前有接触过，以前小的时候唱现代京剧，老京剧段子呢，这是我的第一个段子。哇，挺难得的哈，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起点。这次还专门请了一位导师，对吧？对，来自北京京剧院的老师杨少鹏，有请。杨老师好。你好，你好，你好。谢谢杨老师的指点，谢谢。杨老师给我们介绍介绍您这位高徒。王老师的这个声音非常好，就是怎么说，他比较通顺。哎，您是不是练过歌剧啊？以前我练过声乐，因为我上戏毕业的，上戏4年都要学声乐。所以说嘛，刚才王老师也说，就是好像唱现代京剧比较多，传统戏呢这是第一次接触。我觉得如果是假以时日，要是再多学习一些传统剧目，我相信会越来越好的。好的，一定好好学习。好的，对，祝贺您，祝贺您，王老师。再次感谢杨少鹏老师的到来，谢谢。我们也感谢您对传承我们的国粹艺术做出的努力，谢谢您。谢谢大家。谢谢。我们恩师同盟，此地兵来到深山。
凡是水里走，火里钻，粉身碎骨也心甘，都有那千难一万险，老兵那位孤山。为了衷心的感谢梨园闯关我挂帅的观众朋友们，我们每期节目增加了摇一摇的环节。在我们节目首播的时候，您拿起手机对准屏幕摇一摇，您就有可能获得来到我们演播现场的书画家的墨宝，或由福建农垦茶叶有限公司提供的坦阳功夫红茶礼品，期待着您的参与。很长时间不登台了，心里又紧张又高兴，是什么样咱们拭目以待。大家好，我是六小龄童。大家好，我是朱琳。大家好，我是演员林达信。我是左大兵。我是湖南省湘剧院的演员。大家好，我是王刚。梨园闯关我挂帅，我来了。梨园闯关我挂帅。梨园闯关我挂帅，我来了。梨园闯关我挂帅，我来了。梨园闯关我挂帅。梨园闯关我挂帅，我挂帅，我来了。梨园闯关我挂帅，我来了。看你的，看你的。梨园闯关我挂帅，我来了。梨园闯关我挂帅。今天我反串演唱的是京剧《四郎探母》的选段。在这里呢，祝观众朋友们开心听戏，认真学戏。梨园闯关，等我来。好，有请下一位挂帅人上场。这位挂帅人呢，是一位影视名家，他叫陆树铭，创作过很多的大家非常熟悉的艺术形象，在荧屏上和大家见面。今天啊，他要为我们演唱的是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选段。来，我们用掌声欢迎陆树铭。
身旁，人民的军队与人民共，患难刀车与威的热血扫平威虎山。望穿双眼，怎知道今日里大土匪进了深山，救穷人脱苦难，自己的队伍来到面前。将压怒火挣扎在无底深渊，乡亲们悲愤难诉朝何冤，乡亲们切齿怒向威虎山，只说是苦岁月是水里走火里钻，粉身碎骨一心肝，都有那千难一万险，到底那威虎山，我一马。谢谢陆树铭老师，也谢谢朱强老师啊，为大家介绍一下来自北京京剧院的马派名家朱强，甘当绿叶啊，谢谢您的到来。不是平常呢，我觉得朱老师挺麻的哈，今天跟那个陆老师在一起吧，就显得您特袖珍。您这样，您先跟我们大家点评。这个陆老师啊，他太伟岸了，我站在他旁边，我就觉得我没了。这坨这像。您说扮上这关老爷多漂亮，对，就人家那关老爷真是神了，就扮上就是活脱关老爷，没错。所以我看他扮上李永琪，我怎么瞧着还像关老爷，真是有点走神儿哈。现场有很多观众，这个陆老师一上场就认出来了，哎呀，这不是那个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当中那关羽的扮演者吗？看来是深入人心哈，特别棒。好，谢谢朱强老师，谢谢您，谢谢。谢谢朱老师。哎呀，陆老师，我这穿着高跟鞋站您旁边还觉得还行。哎、老说个干嘛？到底是缺点还是优点？优点，特别棒。您的个不低。不低，还好。哎，那个刚才跟大家介绍，我说您成功的在电视剧当中扮演这个关羽哈。对，已经20多年了。20多年了，深入人心。对，老板，中央电视台，对，94年在这个央视一频导播的。但是也有人说哈，说这个角色可能
在之后对于您的影视作品上可能有一定的影响。哎，对了，就是我经常说，对我来讲，成也关公，败也关公。什么意思呢？就是把关公演的，就是说现在来说啊，太像了。所以以至于在演别的戏的时候，一化妆一上镜一试镜，看怎么还是关公，啊，就是这样，成也关公，败也关公。其实不是这样，我其实什么戏都可以演，啊，包括刚才李咏琪我也演了，是吧？说就这个，就你说的问的非常好，但是没什么，这个岁月走过来，我们还可以做其他的很多很多有关，艺术方面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唱歌。比如说唱京剧，哎，啊，比如说舞台戏都可以。嗯，找一些自己感兴趣的、愿意去做的事情哈。今天扮演这个李咏琪的形象，也得到了高人的指点。哎，开玩笑，开那你这个导师，我对他诚惶诚恐，他给我点一个，就他在指导我每一个动作各方。其实我今天做的还不到位，啊，我刚才后边练了半天，练一身汗还是不行，那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也不是今天晚上就可以的。是吧？他们这个练功这一辈子的事儿，是吧？舞台上才有那么点闪光。对，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样，我们把我们的导师请上来，来自北京京剧院的花脸名家陈俊杰老师，有请。陈老师好，欢迎您，欢迎。陈老师你好，陈老师，您给说说今天表现的怎么样？首先，他这个人物的把握，这就是话剧和影视演员的强项。从他一上来，甭管他动作到哪儿，他神气从始至终没有断。嗯，就特别值得我们注意学习的地方。从头到尾，他不管什么样，他神气一直在人物里，特别棒，特别有感染力哈。因为他这个关羽的形象啊，家喻户晓，所以说他对这个京剧这块呢，也是接触过，真正唱，他跟我说很少。后来真正唱的时候，他声音很好。等到真正唱起来的时候，他说：“你们京剧太厉害了，太难了，太难了。”因为这东西刚才陆老师也说了，它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的。你像我们唱了一辈子戏，好东西还在学，还在练。所以说今天你的表现，点赞，太棒了，人物把握激情，他可能。冲前，咱们可能冲后，他肯定是到位的，人物和心理和唱腔是同时在一个点上爆发，不错。谢谢，我先谢谢我的老师。说实话，我演过舞台戏11部，就男一号，知道吧？那话剧，我觉得比京剧真的难很多，因为就是说话嘛，了不起就抑扬顿挫，人物把握上。当然，你刚才说的特别对，就我人物肯定我不会丢。但是动作唱腔那肯定是需要基本功，哎，那需要基本功。还有你当时教给我那个归韵，这个比如说面前，那我们唱就像唱歌，面前就面前嘛，你不是前，你现在来个前，那个哎才出来，就诸如此类啊，很讲究的。您看，您就特别认真的在学，在体会啊，很认真。非常认真，好，谢谢陈俊杰老师的付出哈，为我们培养出了一个新的影视演员版的李咏琪形象，谢谢，我们用掌声欢送一下，谢谢陈老师，谢谢。陆老师呢是一位特别多才多艺的艺术家，而且呢特别有孝心，还专门的为他的母亲创作过一首歌曲，是吗？那是在什么时候？5年半6年以前。嗯，对，我母亲当时得了肺癌嘛。82岁，到医院去，大夫说就是主治大夫说就7个月8个月，啊，要善待老人，该玩玩，该吃吃吧，喝吧，后来要做这手术，第二天做手术，说当天晚上我在回家路上，妈妈在哥哥那儿住，啊，我就从哥哥那回路上，我这转呀转，就不由自主，我不知道，我忘记了我要干什么，就那一瞬间忘记了转转。我说发现车那个油都没有了，是我发现我已经跑到了，就西六环那个方向去了，不知道，反正就走吧。但是这一路我什么都没想，我想我要送给我母亲一件东西，一件礼物，不是金钱，也不是吃的喝的，也不是，我想送留个东西。这一路我就想，因为我爱喝酒，因为每次离开妈妈的时候，肯定要倒上一杯酒给我送行，给我践行，所以我就写了这首歌，啊，一壶老酒。一壶老酒，
喝一壶老酒，让我回回头，回头望见妈妈的泪在流。特别感动哈，所以说我们说要向艺术家不仅学习他们的艺术，也要学习他们的为人，学习他们的孝心。那今天能否把这首歌也通过我们的电视屏幕送给再次送给您的老母亲呢？然后我们所有的观众为陆老师的母亲一起来祈福，好不好？好，谢谢。战雄，中共福安市委副书记陈桂玉，福建省福安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施晓林，福建省福安市茶叶领导小组副组长刘寿国，
福建农垦茶叶有限公司总经理于成法，表演艺术家孙玉敏、张金来、施胜杰、古文月、黄新德和小香玉上台为挂帅人颁发国粹文化传播使者的奖牌和坦阳功夫红茶礼品，感谢他们。欢迎朋友们收看由福安坦阳功夫红茶独家冠名播出的《梨园闯关我挂帅》。衷心的感谢每一位挂帅人站在这个舞台上为传承戏曲艺术而做出的贡献，谢谢他们的精彩表演。让我们下期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朋友们，再见。就是